秘密入驻微博14年，对不对？14年的时间里，有发了2544条微博，这个数字准确吗？你说准确就准确。我们算了一下，其实平均12年4个月是日更的，所以想要知道一下，接下来更新的频率可以这么保持着吗？我尽量，加油。好嘞，那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微博呢？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现场。微博年度质感演员，他们在演艺道路上潜心蓄力，踏梦前行，以演员之姿闪闪发光。他们用作品说话，让所有的日夜灿烂。他们的名字闪耀在高处，于黄金时代盛放出极致魅力。微博年度质感演员：刘诗诗、唐嫣、佟丽娅、杨幂、杨颖。好，我们掌声有请微博年度质感演员刘诗诗、唐嫣、佟丽娅、杨幂、杨颖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同时让我们欢迎点赞人演员惠英红。有请惠英红为他们送上鲜花，加油点赞。各位美人，你们可能略略有点偏台，不如一起往左边走两步。哎，谢谢谢谢。美人在哪儿，哪儿就是中心，就是舞台中央，是吧？好，来，因为我们为了合影能够更漂亮，我们也请惠英红老师为几位各位点赞，送上鲜花。恭喜各位获得年度质感演员的称号和殊荣。我们一起合影。好，哇，这是一个好美的画面啊！是，再次谢谢我们的惠英红老师，手足手。您能和我们一起参与下面的活动吗？特别荣幸，将会是，哎，好。是因为今天哈，这几位都是我们的年度质感演员嘛。其实说到上海这座城市，哎，也是特别有质感的。我们的建筑是可以来阅读的，最近特别红的巨富长。哎，想问一下几位去过吗？巨富长。这个我觉得你先介绍一下吧。好，作为上海人，我给大家认真的介绍一下啊，就是我们上海的三条马路：巨鹿路、富民路和长乐路。美女一定要去那边打卡拍街拍照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把它搬到现场，还给你们准备了道具。来，我们欢迎小妮，我们有请道具。让一下，小妮，小妮来了，小妮骑着道具来了。让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到现在没找到刹车在哪儿。等一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失控了失控，哎呦，这差点翻车了。差点翻车，啊啊，你看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哎，我觉得刚才动作是不是还挺帅的？哎，现在松一口气的，本来以为没有这个环节了，以为能松一口气了，没想到我把道具直接骑到舞台上来了。刚才你都漂移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道具可以让我们的摄影师们来选择。今天这辆车上的道具非常多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遛个狗，对，可以抱个玫瑰花。可以
带一下我们这个 Y2K， 非常哎对，非常有时代特点的 Y2K 的大包包啊，还有这个翅膀，哦、还有大翅膀，对、哦，所以接下来你们还不抢吗？哎，是，还是我们来分配吧。哎、还有这个大杯子，我还看到了玫瑰花，哎，玫瑰花，哎，说到玫瑰，今天杨幂好像像玫瑰一样，今天杨幂好像有个热搜就是红玫瑰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狐妖、小红娘、红红，要不红玫瑰就给。杨幂吧，好不好？这你们怎么指定给别人来，对对对对，让自己挑行不行啊？可以啊，那倒也是哈。这个指定了的，这一下子来，各位你们来挑一挑吧，不如看看你们想要什么啊？我们有大杯子，哎，大包。丫丫今天不是发微博说你的外卖咖啡被人拿走了吗？错拿了，来，咖啡还给你。可以吗？这个咖啡也太大了，哎，这显脸小，这拍照棒了。哎，今天看微博热搜有看见杨颖是不是黑天鹅？晚上我们要不要白天鹅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还有两位，这个，要不你们来挑挑吧。魏红老师，你看看你要不要 Y2K 一下，穿越一下，好不好？撞死。那就剩下遛狗狗了，你行吗？愿意吗？他有别的选择吗？还可以选那个番茄，哎，还有番钱啊，还有法棍儿之类的。惠英红老师，这个价钱怎么没？试试这个可爱，超可爱的。这是还准备退吗？来，要不要再加一个包包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哎，好了。好嘞，我们要不要请几位美女？我们先往后一点，这样子比较有空间。杨幂说又来这一套，这个环节是他们每一年都难逃的一个环节，但是大家会看得非常的开心，主要是美轮美奂，反应都太好了啊！我们每个人要先单独走一下吗？对吧，每个人单独走一下，单独走一下吧，先 solo 再合体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先从谁开始呢？先啊，好，挺谦让，好吧，杨幂都指定了，来吧，就从这里吧，来，杨颖来喽！哇，美的，哎呀，好美啊！如影随形，情动我心，哦，漂亮。啊，你看这个样板打得非常好，请大家要多转两圈，多摆两个造型。嗯，接下来诗诗，来吧，狗要溜起来了，诗诗。哇，我跟你说你走快点，它能飞起来。诗诗同行，事事如意，漂亮，走出了很轻松时尚的城市风，好街拍感哦，真的太美了。是，好，接下来杨幂红玫瑰，来吧。哇，好想从他手中拿一朵玫瑰啊，哦！不给，不给我。柔情蜜意，顺顺利利，漂亮。接下来，谢谢佟丽娅，来，佟丽娅，佟丽娅，超大咖啡杯。跟你说，这杯子显得脸好小。这本来就脸很小了。哦，也是哈，本来人家就脸小。彤彤丽人，绽放如她。谢谢。这臂力还挺厉害的，一看平时就有在健身哈，真不轻呢，这个挺重的。来，最后惠英红老师 Y2K 的感觉哦，哇哦，气场全开啊，英姿飒爽，气贯长虹，哇，绝了，还会流头呢，太霸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也要有请我们几位美人一起，三，再走一次，二，一。张大大，张大大，这个环节你不想上来合一张影吗？张大大，来，临时快，快，来，快，给你这个时间，赶紧，快，快，张大大，来来来。好啦，快点啦，不要假装一脸不情愿，快点，就是拍得这么开心，嗯，要不你来，来，就在等你
你看秘密都把 C 位让给你了。哇，你是何等荣幸啊。哎呀，来，我们一起合张影，在我们上海标志性的武康大楼面前，好不好，拍一个街拍照片。3 2 1，哇哦，哎，其实有他们几位的这个美貌，放在哪里都是风景线，真的，尤其是张大大，帅气自信。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的配合，谢谢各位，真的，这个道具就送给各位吧，送给各位了，送给各位。张大大很绅士，还帮助收拾一下道具哈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休息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可以到台下休息一下了，谢谢谢谢，这边也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杨幂，我们明年还来这一套哟。哎，你俩的衣服好搭哟，你俩在一起不就是这朵玫瑰花吗？是不是？哦，杨总，你俩的颜色真的，哦，还真是哈，你们俩绝了，太搭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谢谢，这是很好的缓解了某一年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今天在现场就给大家一个解释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。对，所以他是火锅，你是菜，你俩真是绝配哈。好，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。